中，请勿站立，请勿将头、手、脚出去，谢谢您的配合。亲爱的大朋友、小朋友们，您好，欢迎搭乘我们的飞机。谢谢您身高90公分以上，方可搭乘。90至110公分的儿童，有大人陪同。每台飞机可乘坐2位小朋友，1位大人，1位小朋友。乘坐的随身物品，请先放置置物柜中。乘坐时，小朋友请坐前面，大人请坐后面。本车司机应安全考量，每台限重100公斤，大人不可超过90公斤。谢谢您的配合。你不会排队啊？哦，那是车呢。提醒您，本设施停稳后再解开安全带，由左手边下飞机哦，谢谢。哦，好热哦！很热啊。